说反对非绿联盟的政治口号。不过今天朱立伦说现阶段整合蓝军，那下一步呢还要整合包含您在内的非绿大联盟。就是说一开始我就反对这种口号，其实有本事就去整合民进党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反对哦，这种两极对抗，这样搞，台湾已经大概30年都陷在这个泥淖里面了，这个应该是该走出这个泥淖的时间了。